동진이생기나이거야거의야응이부기요허수허秋香，你想配哈？是。吃完，等我代志讲完，这位离开就好啊。秋香，今晚我的话你无爱听是？我老的。配哈。没少当这少。秋香，王嫂，你唔通安尼死啦！我相信王贵找你来到这，一定是有甚重要的代志要参详。那是无，我想退下，念头好过为难呐。我只不过是无想为难你，退下。多谢你，王妃。要哪里，我就想退下咯。唔知影尊贵王妃有啥物代志要交代，请你紧讲讲的。我真侪代志爱无用。大好呢，怎么你伫讲？来到这个王府的所在，让我看你，好亲像对阮母阿囝有一个真深的误会。我想讲，带你来到这，想要跟你讲话讲予伊清楚。有啥物讲予清楚无清楚？我对你误会，对你更改，这也是我家己的代志。我老李并无高进，咱就是无缘啊。人总是爱相处啊，较好较歹。你也叫我一声母后，敢毋是咧？咱以后嘛是爱同一间府邸伫咧相处，同伫咧讲嘛。人就是爱相处透底，才当了解个性。啊，其实我也无虾米款的嫉妒心，只是讲可能是天公伯啊，超故意来安排，予我只好踮伫咧王爷相靠边。其实我是真心真意。你讲无得无？你所讲的话，所讲的解释，对我来讲一点仔意义完全无。所以你要解释些，你个解释我互相了解就好啊。那我你们顾虑这么多，毕竟你是大王子的身份，当然啊，我嘛爱去顾虑着你。搁再讲，我的囝儿剑锋，即马也为做三王子，当然。做母亲的心情，也希望讲兄弟啊，会当较合好个啊。我只是讲，看你天佑，用嘴潇洒，风度也翩翩。哎呀，我乃真可惜，个时阵要被拿车出车。我面前拿车出车也是我的代志。我欢喜三十个娶个安怎？我无欢喜三十五岁娶个安怎？如今我是你的母后啊！母后，当然，你也是我的世世，为恁的终身大事，我嘛是爱替恁操烦心的。若是讲以后替恁看到适当的对象，那安尼，我也谅得。替你父王好好啊，提携一番啊！母后，请你注重。你忧愁成安尼，敢若无解好看。你忝无？我退下。哎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人阮话拢还袂讲了的呢。母后，你也知你甚物款的身份，请你好好注重。我当然嘛知我甚物款的身份啊。我是为囝在咧思想，为囝在咧操心嘛。感觉我安尼是在咧操烦你，咧为你思想，感觉这拢唔对的吗？当然嘛唔对。如今你的行为，够像在咧做大，会做大，人会尊重；袂做大，大浪费。请你来去包容我。想要，好。
想要出什么？想要对方毁灭啦！我紧张，来呀、啊，回家，变过来，我到这边。龙树立，刚才两人枪棍，来人！